11月22日，由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特别支持，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联手上海地铁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城市第二空间艺术设计季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云集了四位顶级以色列艺术家作品的万物集24小时当代首饰创作展在上海地铁陕西南路站向公众免费开放。地铁站厅不只意味着匆匆而过的脚步，更意味着热爱生活的目光。本次系列展览以国际化视野邀请了以色列、英国、韩国等国家在内的国内外数十位优秀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参与其中。同期一起展出的还有在一大会址新天地站的城市色彩、时尚对话众议艺术家作品展。各主题展也将同步在耀进元宇宙空间线上展出。